弟兄姊妹，心灵珍宝今日的主题是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提到信、望、爱，讲到这三样是常存的，即是我们不可以缺少。另外都讲到爱就是最大，爱可以说是神众多荣耀当中最宝贵。另外信和望是能够达至爱，将来的世界都是因为满了信望爱，所以才是那么甜蜜和美丽。至于盼望，我们真的需要将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以致得着保护。另外我们要将盼望当作灵魂的锚，使我们能够稳妥和清楚方向。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真的爱是最大的，因为这个才会真正满足到神和你。因为他就心整个将自己拎给出来，他的爱真的无比，这个完全是。即是神佢咁多个荣耀，佢有信实啊，有各方面嘢啊，有能力啊，好嘢。但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我最宝贵佢就佢对我爱。你知道佢爱即咁佢个心囉。即个心主要你㗎嘛，佢爱你。但佢爱你嘅话，其他荣耀都为你效力㗎嘛，係咪都系你喎。佢心属于你喎。佢能力都为你而用啦。佢智慧都为你而设计而备咁多嘢。佢一切嘅荣耀，即系佢根本最紧佢属于你。我哋系为咗帮佢相爱最近而被做噶，系最深嘅关系，最亲密噶，就是、最满足你。一人个感受咧、感情咧、情感系爱先最满足。就算未信嘅人都系好比世上嗰啲情爱啊，甚至，因为我哋个心大好多。佢今系为咗，因为无限者未行住啦，相爱而俾咗。而我帮佢有咗份爱之后咧，我都更加爱弟兄姊妹，爱其他人噶。就夫妻佢都会爱更加增加咗佢内涵分量，天上嗰种，神嗰种，就难处都容易忍耐啲，但会克服佢。佢就话咧，如今常存，因为呢系最紧要，即系唔缺得噶嘛。一个人唔能够冇啊，个心灵咧系唔可能冇咗信，冇信即系冇其他嘢，冇咗望，亦都等于亦都亦都冇咗信，亦都系唔会有乜嘢。咁冇两样嘢咧，就冇爱噶啦。嗰啲不系人嘅感情嘅咋，唔系一种无私，或者佢完全系咁广阔啲神嗰种爱咁坚强。嗱，如果冇咗信望，乜都冇。咁但系有信望咧，会使佢达到嗰个爱、那个最宝贵嘅目的嗰度。所以信望好紧要，因为佢会使达到咧嗰个最宝贵、最满足神同你个最快乐嘅、最甜蜜嘅嗰个目的。而一个心系拉最紧噶，爱就是最黐埋嘅心。嗱，咁所以呢度睇到咧，你唔能缺少信，唔能缺望噶。我早已提望嗰度，因为基督徒太过忽略呢样嘢，咁魔鬼想忽略噶，当然。嗱，所以缺少一样嘢都。唔够咧，都系影响紧世界基督徒好大好大，影响紧佢胜利。嗱，好简单啫嘛，摩西咯。如果佢唔系想望嗰想切，佢咪会俾最终依落咯。人生完全唔同晒噶啦，成个摩西系咪几唔重啊？弟兄姊妹，我再次觉得系咪圣好宝贵啦？唯有圣经先能将到人个心灵最需要嘅嘢讲咩字？全世界边个讲到啲话咧？咩教、咩主义、咩哲学家、教育家，边个讲到信望爱？我心里系最需要啲嘢啦，而且永远都需要嘢啦。天堂都可以继续有噶呢啲。嗱呢啲，实周围都证明到圣经神嘅话嚟，佢了解晒我哋人嘅需要，就边啲会使我哋心灵升起，缺咗嗰啲啊，会使心灵衰退。就幸福，我有咁清楚嘅指引，人生边个俾到呢啲？
辅导员俾边度啦？心理学家俾边度啦？精神学家俾边度啦？医生俾边度啦？校长我俾你啲嘢啦。我再一次讲，我真系太宝贵神嘅话，讲得咁清楚、咁简洁、咁准确，呢个佢话几宝贵啊！咁简单一两句话讲得，人个心灵嗰啲不可缺嘅，就永存嗰啲，就是、将来世界就咁嘅世界。我将来我尽晒一切嚟爱嘅，亦都完全信任嘅世界。我信任神，而家中间大家全部都系尽晒一切，大家都信任，冇一啲怀疑，冇一啲私疑，个心系咁完全无阻碍咁样嘅合一相爱台啦。一个美丽嘅世界，如果冇信咧，乜都冇噶啦。地上都系咁啫嘛。睇到啲人而家，大家唔信任啫嘛。呢、这个觉得对方有点呢个动机系真点，而实佢当动机都系错真系有。呢、这个世人难信任，你彼此唔信任，成日打仗都会噶嘛。惊对方害自己又自己点，又要大家用啲军火顶啲，又惊你发射啲核弹我顶多啲，好多无谓嘅嘢。所以点解而家你又要买锁？啲废物嚟噶嘛？如果大家信任，系咪嘥钱啦？整嗰啲嚟做乜啫？啲军火做咩？最因为唔信任啊，同埋自己有贪念，好多啲人嘅情欲啦。将来信望爱嘅世界，个个完全永远信任神，知道佢爱，完全唔会有啲怀疑。人中间人嘅信任，完全唔会知道佢会呃你讲大话，冇。个个讲亲都真话，你几美丽嘅世界啦！个好真纯，比个小朋友仲真纯啫。咁纯真嘅世界，就系而家从我哋心发出，弟兄姊妹，从我今生已经发出呢个信望人生。佢带我哋去到嗰、那个，我哋移民到嗰、那个信望爱嘅世界，唔会太耐。啊，就呢个万爱之王，最值得信任。个都话佢配。完全信任，永远冇罪，因为永远嘅信，永远嘅盼望，神俾你不断越嚟越一程一程嘅荣耀 ，wonderful， 得救盼望到头盔，得救盼望影响你咁大噶，如果唔系你缺咗呢个得救确据咧，影响你个头受伤，谂下点啊？属灵嘅头、心灵嘅头受伤，我有啲嘅指望灵魂嘅矛，嗱如果。盼望你灵魂嘅矛嚟噶，嗱，如果唔系呢只船啊，你嘅心灵咧喺海上漂摇啦，你个人嘅心灵都被拉扯噶，俾讲嘢影响你噶，俾个情欲啊讲嘢，因为冇盼望，都冇更好嘅嘢，前面冇乜盼望，个人就冇乜心机，容易俾嗰啲咧，又有啲安慰啊，好多嘢魔鬼嗰啲嘢啦，氹你嘅好多嘢啦，世界上嗰啲嘢，人嘅嘢好多嘢啦，拉扯你心灵。感伤天地要生要梦要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喜爱一感伤天地要生要梦要爱这三样最大的